当我们翻开书页，就如同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我们在111年，我们的这个阅读磐石奖总共荣获了12个奖项，有2个磐石学校，还有我们10座团体跟个人的一个奖项。那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教育部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这个公开来表扬哦。那我想这个我们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谢谢。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校长老师们对于我们孩子们教育的一个付出。我们虽然没有6度的一个资源，但是在老师校长们的一个用心，我们的软实力哦，很坚强哦。那彰化县从这个磐石奖开始到现在，总共有127座的一个磐石奖。那再谢谢校长老师们对于我们学校的特色啊，不断的这个用心。那县政府这边，包括我们书服阅读，包括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的一个整建，到现在目前也有90几座的一个学校也完成了。那后续我们会继续努力，让孩子们有更好的一个阅读。热情的掌声，一起来全方位来推动阅读教育，成效成果卓越，教读书城，来一起入境哦，城中忙碌的身影，让书城田默苗又轻盈共享。再次的恭喜我们的詹总干事以及詹主任以及李主任、邱主办以及我们的蔡主办，还有包括我们的黄主办以及我们的詹总干事助理土库国小，我们再次的恭喜谢校长以及黄坤明会长、钟嘉玲主任、林一组长，再次的恭喜，掌声！竹塘乡农会赞啦！再次的恭喜，继续来恭喜哇！我们可爱的阅读来到我们的可爱的导盲犬。我们阅读的好伙伴啊，跟着孩子来阅读，提升我们孩子的学习动机。我们文德国小及台湾导盲犬协会再次的恭喜领军，再次的恭喜领奖我们的陈立辉主任，花坛国中我们个人奖恭喜陈立辉主任，感谢上文国中许志伟校长，再次的感谢您，非常的感谢大溪国小尤美文校长，阅读磐石指导委员，再次的恭喜，再次的感谢大溪国小尤校长，再次的感谢您，谢谢。接下来感谢，谢谢我们指导委员华南国小洪千文主任，再次的恭喜以及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洪主任，阅读磐石指导委员，恭喜。留步，两旁尽量来秀出来一下，两边请脚尖，红牌子可以拉高哦。我们彰化阅读闪耀磐石，赞啦！同时，我们美好彰化希望城市点亮我们教育的光芒。我们今年度呢很特别哦，这也是我们曝光台湾导盲犬协会呢签办。去那个，你一放轻松，啊，这是带你行路，你那个讲往前走的是 forward。Hey, face forward, face forward. OK, go, go. OK. 你坐你行了。哎，啊，你那咪正话，你来个讲。Right, right, right. Face right, face right, face right, right, right. OK, go, right, right. 哦，好。我们现场拍照打卡。好，然后好，我们是偏乡学校在20，但是这是我们从4年来我们的第二次拿到磐石学校奖，啊，也是觉得非常荣耀。啊，一段时间里面都很感谢县长持续的把很多的图书馆的资源，包含那些图推的教室跟巡回的一些资源放到学校里面来。那我们其实很在乎的部分就是县长在推动的实农教育跟阅读怎么样去做一些整合，所以今年真的在阅读母亲河去彰显我们浊水溪的这个母亲河，其实就是一个阅读的丰沛的能量。那这里面带孩子做很多的一些数位的探究，跟一些专题的探究，很高兴就是能够获得评审委员的请。然后花坛国中因为位于彰化县的一些偏乡学校，所以我们为了突破过去传统的一些教学，所以我们就从多年前开始深耕阅读。那首先我们在3-4年前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社区共读站，然后增加了环境的一个设备。那近几年我们配合政府的108课纲，那我们在阅读课程也推展了阅读课程。那最后我们在发展一些多元的创意的一个阅读的活动，让同学呢学的也会更有信心。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获得阅读推手个人奖，那让阅读深耕于校园环境。那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耀，是实至名归。他和这位大家都抢着跟他拍照，好，来，我们前方的舞台上，我们的团体可以来排队。我们的盒子，我们盘子有盒架跟盘子哦，可以到我们舞台左手边颁奖处来领取您的纸盒哦，好不好？领那个盘子的盒装，再次谢谢您，谢谢。别忘记领一下你的盒装。在服务台了吗？统一都在服务台了吗？全部吗？盒装了。好，那我们离开的时候别忘记了您的盒装架子在前方的服务台这边。